每周五的247，短短15分钟的祷告，让我亲近神的状况好转，变得更渴慕神。好像在228严肃会的那天一样说，不是我多爱祷告，多渴慕祷告，而是去祷告了，就有祷告的火，就更渴慕祷告了。在247的祷告中，神也感动我去参加幸福的密训，神想要再次点燃我那传福音的火，神也没有忘记我想要做的事情。当在247当中为国家祷告、为家庭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谁谁谁也正在那样的光景当中。越多的祷告，就知道有越多的事情可以祷告。感谢神让我在247祷告中有份。